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各位佛友，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讲《金刚经》讲义。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以燃灯佛所，以燃灯佛前得值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这是佛本身说哦。他说："过去无量阿僧祇劫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在燃灯佛的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能力哦，去不同的这个佛世界，能够碰到84000万亿不清哦，非常多的这些佛世界，能够见到佛。"他不只能够见到佛，而且能够供养佛，悉皆供养成事，为佛为佛做供养，供养佛为佛做佛事，无空过者，就是没有任何的忽略哦，一切都随佛所作，若复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乃至算数比例所不能及。这边的意思说，如果有人在末世，末世就是末法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末法时代。能够受持读诵此经，受持读诵《金刚经》，所得到的功德，就是在当时，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所供养这么多数不尽的佛他的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乃至算数比例所不能及，比如说。供养的功德不如读诵受持《金刚经》的福德因缘乃至算数比例所不能及，就是非常的多，多到算不清楚的意思。在这边末法时期，如果说不要说能够读诵受持经文比如说。我们碰到朋友，叫朋友念一声佛号，或者在路上你碰到一些人叫他念佛号，我想应该是很难成，就办不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末法时代的今天，那么世上要学佛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能够。受持《金刚经》而能够分解《金刚经》的意义，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也是同时可以说，如果在地狱的众生能够念佛的名号，也是第一个众生能够念出这个佛名号，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么他如果这个《地藏经》里边。的这样子的经文这样说，如果有人在地狱那边念一声佛号，他即刻离开那个地狱，在地藏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在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远胜于到处供养诸佛的福德因缘。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
以后末世有宋词，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悸，无一不信。也就是说，在现世啊，末法时代，以后末世，有人诵持读诵此经，我若据说有人闻心，或有人闻心悸乱，无疑不信。无疑，我们先也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无疑。这个是比较旧的人用的这个词了，无就是指无疑的意思。这边的解释说，无疑生性多疑，也就是说无疑的性格，无疑是畜生哦，无疑的性格多疑，那么疑就不相信了哦，故以无疑形容人，因多疑而犹豫不决。所以如果说无疑不信，用人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很难相信，因为他很多猜疑，不相信人，所以这个性质对末法的今天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边有说，一切以性为路。性为道源，功德母，一切以性为路，也就是说，性是一切办道因缘的基本要素。如果对这些佛法，或者经文不信的话，所以就很难呢深入了解，或者说根本就不会进入他的里面哦，去研究，因为本身就不相信哦，所以不相信就很难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如果失去了信心哦，彼此都不信的话，那么一直很多猜疑了，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完美，或者很难合作成功了，因为你讲什么他都在猜想到底是真还是假，经常就是心里没有数啊，不懂是真还是假，一直怀疑别人，诶，是真的吗？是骗我的吗？无疑不信。所以啊，要做什么事情，一就是要相信。但是如果说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啊，确实也是很多因素，比如说一个人的修为啊、修养啊，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语言行为。有时人与人相处比较日子没有这样多，也是可能去知道他到底可以不可以相信。所以有时观察一个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有些人很容易就相信别人也有这样的人所以观察的人本身也要有观察的能力。所以如果说观察的能力没有的话，也得不到答案。所以这个需要去观察他的行为啦、言语举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以装得很好他可以扮得很好，他是很够严的哦。那么他很就像《三生经》里边说他可以装扮到像你的亲人一样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样你会被他打动，这样你可能就会相信他。
或者说你要求他做什么，他都为你做，都为你牺牲一切、哦、那事实上他是有目的的。但是当局者迷茫，旁观者清嘛，所以当局者经常会被这种情绪打动，那么很容易就被骗。所以这个信字的确是需要深入去研究。所以如果说对于这个经典不能够深入了解，事实上也不能够产生什么信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对这个经文的了解跟深入彻底的这种研究，那么才能够对这部经的信赖，那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说，我若据说或有人闻，有些人听闻这个金刚经哦，他就会很害怕，害怕是因为对这个经文的不了解啊，因为这部经他讲的是世俗跟世间的一种感觉哦，他的这个说法是离开这个世间跟世间法的这个说法啊，不是在世俗地，而是在真地，所以有些没有能够了解这个所谓的真谛的意义的话那么他就会害怕那么比如说在金刚经所提到的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叫我们布施不要执着的如果布施所做的一切还不如读诵这个经典的殊胜，这个他会产生怀疑跟恐惧，所以他就会心悸狂乱啊。心悸狂乱呢，无一不信，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肯定就不会相信。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所以如果说这些人他相信了，就是他念诵的金刚经之后，研究深入金刚经之后，他能够明白金刚经的这个智慧是无相智慧，那么能够破除他对这部经的怀疑，那么是他不会害怕这部经，所以这部经的金刚波罗无上智慧是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的。然后我们再看究竟无我分第十七，究竟无我分，这边这一段讲的是究竟，究竟的意思是圆满圆满，就像佛成佛是究竟是圆满的。那么无相，无相是指如果达到成佛的这个目的这个目标的话，如果是佛他肯定是不会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跟寿者相，如果说他仍然还是执着的话，那么是成佛了。所以究竟无我分，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边所提到的，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在经文《金刚经》前段
前面的开始就已经问过一次了，所以佛已经讲过一次了。所以我们看这边的解释，第一次为答于法应无所住而生起心，离一切相不执着一切法，此时的菩萨是无住身心。也是说一般上啊，凡夫对认识这个世间世间的法，都是通过我们的六根六尘六识来认识这个世间。所以这个世间的认识是由我们的意识去认识的。所以离开这个意识去升起的这个心，那么那个是觉的心，是觉悟的心。那么这个觉悟的心是离开这个相的，不在这个六根六尘的这个相里边。也就是说肯定是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跟受者相的这种执着，那才能够升起这个觉悟的心。所以此时的菩萨是无住身心，无住他不会执着我的执着，我执跟法的执着，我执跟法执，他一定要破除，才能够无所住而生起心。但是这一段，他说：“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波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知如是身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不有一众生也灭不得。这一段第二次的回答，我所回答的是不是前一次的这个无住身心了。第二次的回答是如实知见诸法如意，诸法如意，知一切心，行一切善，此时菩萨心亦如一切法皆是佛法，即一切法皆是觉，一切法是佛是心，真实不虚。所以第二次会比第一次更加的提升了他的这个觉悟的这个状态。第一次只是你断了这个我执跟法执，无住身心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他要菩萨更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修行，必须要进步，不能够停留那他会进不同的这个层次。所以这一次他要如实见诸法如意，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此时的菩萨，他不是用六根六尘来觉察世间的一切，他是用觉性来照见这个世间的一切。所以这个觉性来观察所以此时的菩萨他也不能够有所谓这个分别心因为他一分别的话就会落入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跟受者相。所以他离开这个分别因为分别是有情众生就是我们这些凡夫所经常所用的这个分别心去观察世间的一切一切的法。但事实上作为菩萨的话，他不能够用这样的分别，因为分别是执着的也会落入这个我执跟法执。所以此时菩萨他把一如就是他所看到一切东西一切的法
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我相、人相、众生相、众生相，都是一样的。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佛法，他没有说这个是世间法，那个是俗世间法，啊，这是生计，那个是俗地，哦，对于此时他所见到的都是，哦，平等，都是佛法，一切皆是觉，所以他看到的全部都是他的心所现出的这个觉，啊，这个觉悟当前，哦，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是佛，所以此时的菩萨，他的心跟佛的心是平等，不动的动。你说他的这个觉心跟佛的这个觉是一样的，嗯，是真实的。这个此时的真实，并非世间所讲的那个真实，此时的真实是实相的意思，哦，而真实不虚，未落入这个我执跟法执。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生无始心，我应灭度。好，我们这边再解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真觉，意思是最圆满的觉悟。那么最圆满的觉悟只有佛才有，哦，因为菩萨的这个觉还没有到佛的那个圆满，究竟，哦，刚才已经解释了究竟，所以还没有圆满。那么菩萨的这个觉性还仍然还要去修，哦，要去行，然后才会达到佛的究竟圆满，那么就是成佛了。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好，所以灭度的意思呢，就是梵语尼巴那，哦，泥环之涅槃的意思。心意波利诺无难，就是原籍的意思，中文，哦，灭，这个灭的意思是灭生死因果，比如说成佛他已经不会有新的，因为他没有造新的因，所以就不会有果报。那么我们世俗的凡夫，我们经常造新的因，所以果报一直有，哦，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业的果报会处理完，因为我们仍然还是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些业因它是会带着我们去轮回，我们是随着业事去轮回，但是佛不是随着业去轮回，佛是随着他的愿去度化众生，随着业是随着他的愿，哦，被差很远，哦，所以菩萨已经没有造新的业因，所以菩萨是没有业的果报，乃至到成佛为止。那么我们众生天天，哦，时时刻刻一直到新的业因，所以我们的这个业，哦，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长，哦，所以菩萨修行，哦，到成佛，他们没有增长东西的，他们是一直把东西消灭掉他的，比如说比贪嗔痴把它消灭掉，贪嗔痴把它消除，把这习气给消除，
那么办的越多就成就越大，哦，才会达到成果。所以铜锅的时候是没有东西的，如果你铜锅还有一大堆东西，那还不达到成果。所以他说灭生死因果之一，灭度者灭生死的因果，度生死的报应。当然啊，他就是成佛已经不是在生死，也就是说不会在六道轮回了，一定是灭度。所以灭度就是离开这个六道生死轮回，那才算是灭度。所以菩萨度化众生，乃至到成佛哦，也是说佛度化众生，他要这个众生达到灭度的这个成就，才算是能够度化他了。哦，那事实上，这个度化的意思，也就是灭度哦。所以佛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以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我们说在世间，我们跟比如说做辅导的辅导员，就是这些辅导有些是义工哦，但是有些是怎样讲，我连点哦，有些是有收薪水的哦，有些不是。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个辅导工作，那他们必须要去读书的，要读怎样去跟人家谈，怎样去解决人家的这个烦恼，所以这些辅导的课程。那这辅导的课程呢，就是他会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众生，那他必须要去排解他，直到他能够脱离他的烦恼，这样才算是成功的。但是辅导的有些他们有时会动了真情嘞。怎样讲？就是他去做辅导的时候，可能他的功夫还不到家呢，他去到那边，结果被他感动，那么感动到他自己也跟他抱在一起，哭在一起哦。那么这样的辅导是危险的哦。那有些他辅导，结果去爱上别人，那到最后他嫁给他了。所以这个辅导这样是十分的不理智嘛，但是佛度化众生也类似这个辅导哦。那么，但是佛度化众生，他不是一向来度化众生的哦，他是以他的觉性来度化众生的。所以他的觉性在观察的时候，他不是用六根、六尘、六识来意识众生的烦恼的存在哦，也不是意识这个烦众生的样貌哦，所以他是用这个觉悟的这种心境去为众生说法，所以他完全没有落入这个感情的情绪的这个约束，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感情。是，如果他有用的话，他是自己变出来的哦，就是像变魔术师这样哦，他用了这样的方法来为他。当然，你跟的众生说法，肯定是要有一些语气跟关爱的心态哦。但是佛能够用这样的技术，对他来讲是一种技术哦，他不是像我们一从我们的心流露出来，他是变成一种工具来做这个度化的方法。所以他做完了之后，他的工具已经没有用了，他人也离开了，但是这个众生已经痊愈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他就会去佛就是听佛所说的，跟佛所讲的去学习去修，直到解脱。所以这样
才能够所谓的度化啊灯明度。所以在佛的这个心态里边，他的这个觉性啊，用这个觉来觉性的这种为众生做的一切事情，所以他退的时候，他完全留下任何的痕迹，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情绪，所以是没有我相人众、人相、众生相跟寿者相的。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所以对佛来说，他当然有去度化众生啊，有灭度一些众生，但是他退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蛛丝马迹。所以他说灭度一切众生已得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因为他所见到的众生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哦、幻象就是世间人所执着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但是在佛的这个实相里边所见到的，这些都是众生的心的一种显示而已。对佛来说，它只不过是暂时的一种幻觉、一种幻象，所以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佛不会执着。所以他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所以不，为什么呢？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须菩提，实无有法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须菩提，以喻云何？好，为什么呢？这下须菩提哦，我们前面已经讲哦，须菩提他是古佛再来哦，他是青龙佛，是一位佛来的。那么他来到这个世间，所谓正如佛法里边讲说，经典这么讲，要一佛成佛，就是很多佛都会来帮忙这位佛来度化众生，所以须菩提也是他在这个娑婆世界，他当然不能够再显示是佛因为已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所教化的这个佛土，所以他来是来帮忙。像观世音菩萨也是他来这个世间，他没有显示佛，他只是显示观世音菩萨哦。所以一佛成佛，很多佛就会来帮忙为这个佛度化众生。所以须菩提事实上他对于这些这个真谛的这种的讲法，事实上他已经是非常熟练的哦，但是事实上他是为了让众生明白，所以他问佛，那么佛也知道他已经懂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演这一场戏哦，就是要让众生明白，所以要有人问，所以须菩提就是问佛，那么佛就回答须菩提哦，他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啊，菩萨如果说他度化众生仍然还放不下哦，这个度化众生的整个的过程，那么他就会对这个我执跟法执仍然还没有消除，所以他就会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以及受者相。既然有这样的这个我执的这种执取，
那么他不能成为菩萨，也就是说进入初地菩萨啊，因为要成佛必须要进入菩萨位，所以进入菩萨位就初地菩萨开始，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后他才成佛啊，这是前面也讲过啊。所以如果说初地菩萨都没有的话哦，当然就是属于也许是声闻尘之类的哦，那么他们就会执着我执跟法执，或者说只执着法执，而我执他已经消除，但是法执他不能消除，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仍然还没有进入菩萨位，所以他不是菩萨。所以如果说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话，那么他既非菩萨，所以则须菩提十无有法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那么佛在处在次的加强这个法执的说法，他说老实说，事实上并没有一种法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所以这个过程在生灭它已经消失了，所以它已不存在，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永远存在，所以他说没有一件东西叫发菩提心、发成佛的这个心。所以这边解释说，无发心者，没有发心的人，也没有一个东西无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一个东西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只是为什么呢？也就是佛为了要方便让众生明白，所以他才讲这个要发菩提心要成佛。事实上没有所谓发菩提心的这个人的存在，也没有一个叫成佛的一个东西存在，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须菩提以喻云何？你觉得如何？如来以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须菩提回答：不也，世尊。所以佛问须菩提说：你觉得如来就是我嘛？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的那个时候，那么燃灯佛这边在是说解说一般大拉那么有几个解释也叫瑞应经里面一部经，它叫定光佛，大智度论解释为燃灯佛。那么定光的意思，定的意思是以前是点那个油那个油灯的这油灯它有一个支柱支持它的那个碟子那么那个支柱它叫定所以灯之足就是灯脚。释迦如来因行中第二阿僧祇劫碰到这尊佛，因为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在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比如说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成佛，当时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时候燃灯佛的时候，
他叫做范慧仙人。那下面哦，范慧仙人。那么当时他知道燃灯佛要到达那个村落哦，所以他去了那个村落去见燃灯佛。其实当时他要见燃灯佛是要问哦佛的一些问题。那么他见到燃灯佛来的时候，那么他看到地上有一片的泥泞啊。那么这个泥泞如果是佛走过的话，他会弄肮脏佛的脚，所以他把这个善慧仙人就把他衣服铺在在泥泞上面让佛走。那么但是他铺了这个衣服铺了下去，他觉得不够哦，还有一些地方铺不到，因为他的衣服不够大，所以他就把他的头发，所以可见当时哦，他是头发很长，他把他头发去掉，他头发把他头发铺到那个泥泞上面，那么佛走过了哦，所以当时就是他买了五净的莲花供养佛。把这个头发啊，跟铺到这个泥泞上面，这个泥地上面，令佛走过，以受未来佛的级别。所以当时燃灯佛就会跟他说啊，事后九十亿劫名贤劫，汝当作佛，到此家闻如来。所以九十一劫后，你将会成佛，你的名字叫释迦牟尼。所以这个因缘啊，那么当时善慧仙人他还不是加重哦，但是他已经有神通，能够飞到天上。那么他高兴哦，所以他下来，他就跪在佛的面前，跪在燃灯佛的面前，要求成为佛的弟子。所以当时啊，他就燃灯佛就收他为啊，这样一直成为他的弟子。所以这个就是在燃灯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问须菩提：“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时我在燃灯佛，燃灯佛为我做了这样子多事情，讲了这样多话，在当时我有得到这个法，我有得到这些。”须菩提说：“不也，世尊，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因为那个东西已经过了好老远，已经多少阿僧祇劫之前，当时他也没有所谓的。”如果他当时认为佛有传授他什么，事实上根本没有啊！哦，他把头发跟这个衣服放在填满了那个泥浆，那么佛就跟他说：“哦，你以后将会成佛。我问你啦，他还得到什么？事实上没有吗？那么这个是他本身的一种觉悟的那种心境嘛，所以也不是燃灯佛给他的。”那是他自己所觉悟到的所以没有啊所以我说燃灯这个须菩提说没有啊，没有得到什么。如果解佛所说意，这是须菩提说的如果我能够了解佛的真正的意义的意思，所以燃灯佛所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真正能够了解佛的意义，这个佛的意义不是我们的意思。如果能够了解如来的真谛，应该这么讲如来的真谛没有所谓的法，在当时
蓝神说给他什么东西啊？没有东西啊，没有所谓的法，也没有所谓德，也没有所谓给啊。所以蓝神说，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没有一种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佛说如是如是，也就是说须菩提讲的是对的啊，对的啊，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的确是啊，没有所谓真正的法啊，没有所谓真正的法。如果说有真正的法啊，这个法将不能够得到哦，因为他是死的，不是活的哦。那么他就是一直固定在那边，那有什么用呢？哦，所以他也是在生灭的过程里边，所以没有所谓得，没有真正的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得到这个法，没有所谓的得到，因为都没有东西吗？没有真正的东西啊，没有真正的法，所以无所得。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以我所见。啊，这边说明，他说若有法，如果是有东西，他交给他啊。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善慧仙人有所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根本没有，是无有法可得哦。所以若有法得呢，燃灯佛则不以我受记，因为佛知道啊，燃灯佛知道善慧仙人对这个法啊，对这个我的执着已经没有了，已经消除了，所以燃灯佛才会告诉他你将会成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有所得的话啊，那么他跟你讲也没有用啊，因为你不可能会达到成佛的目标嘛啊。那么这个时候燃灯佛才能够给他受记，才知道啊，他对这个我跟法的这个执着啊，会啊消除啊，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燃灯佛如果说当时善慧仙人有所执着的话，他不会与他受记。如以来世当得作佛，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以我受记。所以是没有啊，实无有法，没有真正的一个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随顺众生而说的，佛方便要让众生要明白成佛无上正等正觉，而为众生说的一个名词啊，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让你可以证得到啊，没有。它只是个名字啊，它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以我受记。作是言，所以当时以我受记，
兰德博士这么说的，乃是你啊，你来世待着做佛，你会成佛的啊。那你的名字叫释迦牟尼，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好，这个是第二次应无所住，应如何住啊、哦？身心啊、哦，这是第二次的回答在边。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诸法如意，我们先看这边的解释啊、哦。啊，诸法如意是即灭意，不生不灭，那就是涅槃啊、哦，不生不灭。又持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成佛，在佛的这个的这个觉性里边，他佛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高，没有低啊、哦。这个意思是佛所见到的法是实相，没有分别心。如果分别心就是凡夫，而不是，也不如这个佛啊、哦，不如这个菩萨。所以此时诸法如意是平等，没有高下，不生不灭，是即灭的，它不会动啊、哦，不生不灭。一切法，他所见到的一切法都是佛的这个觉心所见到的啊、哦，所察觉到的，应该怎么去讲？即是真如无相，真如就是佛性啊、哦，无相的啊、哦，都是无相的，无相就是实相。法法每个法都是平等，就是没有分别的啊。无凡夫可得，在这个时候，佛没有见到凡夫这件事。无佛可得，佛没有所谓成佛这件事。对，无凡夫可得，无佛可得，这是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说若有人言，其实若有人言、哦、在这边有人解释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他说这个是大、啊、你们去看那些经典，其他经典说如果有人说佛有所成有所得、哦、他说他是诽谤佛、哦、就是不对的、哦、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哦、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跟须菩提说并没有、哦、确实没有一个法、哦、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东西、哦、这个法这个东西是因为佛随顺众生而说的。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哦、没有所谓的这个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佛也无所得。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世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好，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世中无实无虚，所以他说成佛，如来所得的这个
所谓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这些无上的智慧，在这其中啊，没有所谓的真实的哦，但是也不能够说它没有，简单的说，不能够说佛有所得，也不能够说佛无所得。如果你说有的话，当然是错；你说佛没有的也是错。怎么说呢？应该啊，所以说无实无虚，无实是不住有，它不真实的。如果说你说有的话，它就是一直固定在那边的啊，也是说有自性，那有自性啊，它就不会有因果，它是错的啊。所以无实是不住有，不能说有，无虚呢？它不住空，如果你说是虚的，虚是等于空的啊，空的是一切等于零的意思啊，这边虚啊，所以不能够说实的、真实的，你要不是说一切都没有的哦，所以要离空跟有这两个相的执着啊，所以说不是无实的。不是虚的、不是有，但是也不是虚空的啊。自古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在佛的这个觉性里边，一切的法，他所见到的一切的法都是佛法、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分别，跟任何的感受啊。那么他说。看到都是平等无二的，一切法皆是觉，所以他的所见到的都是他心，佛里边的这个觉性，一切法都是心，都是佛，所以即心即佛就是这样的意思，在佛的这个觉性里边，他是佛。但是也是心啊，心之佛，佛之心，就是一起的平等的，是佛皆真实不虚，是心是佛皆真实不虚。这个时候的真实不虚的是的说法是说一切都是实相。须菩提，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这不明一切法，佛为了要度化众生啊，他会为众生说种种的法。那么这些法当然顺应众生当时的基于适合当时众生的状况啊，或者说。适合当时众生的环境而给予当时他们所熟知的这些名词这些名相，所以为了方便让当时的众生明白佛为他们解答的意义，所以佛是顺道众生所给予他们的这个做法，所以言一切法皆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所以佛为随顺众生而说的一切的法啊，那么他只是随顺众生而说，他没有所谓的分别执着跟我执跟这个法执的执着啊。所以说他当时所做的一切东西只是一个名一切法，是不名一切法，是为了随顺众生而设的啊，这个法，所以它叫做是不名一切法，它并非是存在不变的啊。
只是个名字而已。好，须菩提，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亦非即为非大生，是名大生。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所谓的人生。人生就是因行五常戒，处离四趣，方得人生，就是持五戒啊、哦。那么离开三恶道，那么得到这个人生，就是人的这个业报生啊、哦。在经典这么说，经云：得人生者如早上土，是人生如大地土，以其得少是多。不因人生难得，经典里面说，我们得到这个人生哦，就像我们手上抓了一把泥土，但是失去人生，就像大地的泥土，也就是说，大地的泥土很容易失去，也意思说是人生是很容易的，但是得这个人生是非常的艰难的。要行五常是什么意思呢？五常就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五戒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离四趣就是阿修罗、恶鬼、畜生道还有地狱道。那么得这个人生啊，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即非大生。这个长大的意思不是他慢慢长大的意思，说他长得很棒哦，他的身体还很大。那世间的身体有多大，不如佛的这个身体大哦。我们这边看解释：大声轻举，大声轻举远道者，为如来广大之身。就是佛哦，因为佛他的身体哦怎么样呢？他说他身体很大，但是大他很轻，能够飞哦，飞行轻举，他这个大身哦，无远不到三千大千世界，他可以到处跑，来来去去哦，但是他身体很大，自在无碍，来来去去没有障碍。经云：如来能满，以满大千世界，就三千大千世界的身体，也是说，佛的身体是能够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佛的身就是没有人能够比他还要大哦，因为他能够占满三千大千世界，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大，但是他还很轻，能够飞哦。能够穿越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他这个世间，他能够到其他的世间，其他佛国的世间去，能够过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能够离开飞越到二十个佛国土的世界去，我那个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障碍，所以如果说是名大生啊，但是像这个所谓的生大，在经典这样的形容，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体哦，如果说有一个真正的身体能够填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身体是没有用的，对吗？他一直黏住在那边有什么用吗？所以他这个不是真正的身体，也说他的这个觉悟的这个觉性他能够容纳这个三千八千世界，也就是他这个觉的这种觉性能够包
包容这个三千八千世界，所以这个是佛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因缘哦，也是说他能够到哪个角落去，这个身体就能够到。如果是有一个很大的身体，确实是不能到，要说非要不能，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就是一个障碍，因为你要带着它，但是佛是没有所谓这个身体，它只有法身，法身是变一切处，它是没有这个形体，没有这个形象，没有这个物质，没有色的哦，是无色的哦，所以它只有意识哦。所以他说，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亦非为法身，是名法，它只是一个名字叫。须菩提菩萨应亦如是。若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所以故，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我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数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推故。如来说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先哦。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佛告诉须菩提说，如果菩萨哦，因为初地菩萨嘛，他们要学习哦，这个菩萨道，即将成佛哦。须菩提，菩萨亦如是哦，怎么样呢？要这样讲哦，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如果说他有执着，说他度化众生哦，他度了几个众生，他灭度了几个众生哦，这个他就不能够成为菩萨，因为他仍然有这个执着哦。所以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啊。所以也没有真正的一个法哦，称为菩萨，无有法名菩萨，亦无有灭度者。也就是说，没有法称为菩萨啊，但是也没有被菩萨所灭度的众生。所以两个都不是真实的哦，也不是虚的哦。所以刚才已经讲了哦，无实无虚哦。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所以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数者。我们就讲到这边了，今天。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众生，皆共成佛道。